请帮忙退开，我们的花车要滑进来。哎，请帮忙往后退哈，谢谢大家。感谢咱的淡水亲友，都来敬谢大鼓浪、杨八头、金天江，感恩着咱淡水亲友。来主持，诚心要来恭迎。酒肉穿肠过，佛在心中坐。啊，咱台湾的民间信仰啊，人气当波万呢。咱的师傅，师傅，带领咱的家人来安坐，来祝贺。济公禅师，神威显赫，花轿一座，恭迎仙家。来祝咱淡水北投顶天宫。在公司和县家的人掌声欢迎。哇，咱的师傅坐在顶椅之上，各位，那个不是普通的椅子啊，这叫做顶椅，不是平凡人啊，不是普通人可以坐上去的，通常都是要带天命，要来服务众生。咱的在公享受在哪里告诉咱龙珠大要来祝福。感谢蓝师傅神通广大，透过游民刚好消灾，新加坡人南方加地区来祝贺，来祈求庇佑。哦，我们师傅有发财金要给大家，来哦，哇、哦，喜气洋洋啊！站起来，站起来，哦。哦，有了有了有了，我拿一包，我拿一包。感谢蓝师傅来竖起发财金，要给咱姐姐的现场罗主大黄博彦来发单敬献，而且大家来接蓝师傅的手气以及福气。哦哦哦哦哦，好喂。哦，这个红包的，这个疼爱啊，会当用出力，台湾公企同受害。还有还有第二栏，进来进来，要爱咱师傅啊，手气哈啊，一较坏一较坏。哦，今仔日师傅啊，穿足济。好，很主席，咱师傅要来落架，来，咱两边车退开。感谢，感谢咱淡水北投并天宫济公禅师来祝车兄弟。哦，咱师傅今仔日开工的哦，啊，会当讲真正叫做开工的有够无用的啊，啊，大家小行，跟着咱的廖冠妈祖来个护驾，来个守护，来庇佑咱闽南地区，啊，来请师傅，来请神祖金盾，来请守护。
感谢师父，赞叹师父。没好，来，我们两边的观众朋友一样，让车型哦，车辆能够通过。